今天的信息是我们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从第二节开始的，被称为平地宝训的第二部分。今天我们将涵盖主说到爱你的仇敌这一部分。在这段平地宝训中，主耶稣以关于四福和四祸的信息开始。我在之前的前两篇讲道中与你们分享过，而这一篇讲道的要点与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记录的那篇更著名的登山宝训所相似。一些圣经学者认为，马太和路加记载是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录。正如我在这个系列讲到的前两篇信息中所指出的，马太和路加的记录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两者记录的是有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不同听众的讲道。例如，我们的主耶稣上山坐下之后，就讲了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章一节。那是在十二使徒被拣选之前所讲的。然而，他在拣选了十二门徒之后，从山上下来，站在一块平地上讲道，也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路加福音六章十七节这一部分的平地宝训。平地宝训以四福开始，也就是二十到二十三节。首先是对穷人的祝福。对穷人，主说：“神的国是你们的。”对饥饿的人，他说：“你们将要饱足。”对悲伤或哭泣的人，主耶稣说：“你们将要喜笑。”对受迫害的人说：“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这四福之后，主耶稣立即又宣布了一系列的灾祸，也就是从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从富有的人的灾祸开始。他对富足的人说：“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那些饱足的人，主对他们说：“你们将要饥饿。”对喜笑的人，他警告说：“你们将要哀痛哭泣。”对于那些受欢迎的人，主警告说：“他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受欢迎并不一定意味着真理，也不能说明他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的主耶稣的教导显然与世界对事物的期望和观点相反。天上的事物以及信徒应该看重的，与今世属血气的人或堕落的人，也就是非信徒所看重的完全不同。在宣告了二十到二十六节中的祝福和灾祸之后，并让被选中的十二人站在他面前，主耶稣宣布了一项新律法。这条新律法命令跟随他的人要像他所爱的那样去爱，并像他那样去做。跟随他的人无法理解这样的新命令，对他们来说这是难以服从的命令，与他们所学的完全相反。众人刚刚听到祝福和灾祸，仍在思想主的教导，现在主将要宣讲的话更令他们难以置信。这项新律法正如使徒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中所写的那样，神圣灵的事对属血气的人来说是愚拙的。对于聚集在平地上的人来说，这项新律法确实是愚蠢的。
关于这个这一篇，主耶稣的讲道，我想介绍以下三个要点。第一，主宣告关于爱的新律法；第二，主对爱的新律法的解释；第三，实践爱的新律法。首先，我们来讲第一点，主宣告关于爱的新律法。在讲了四个祝福和灾祸之后，主耶稣还在举目看着门徒。他在27和28节宣告，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在这两节经文中，主发出了四个重要的命令。第一，你们的仇敌要爱他；第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第三，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第四，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对于门徒和其他人来说，这样的命令是全新的，他们面面相觑，大惑不解，思考主说的话。Please follow up. Please follow up. Please follow up. Please follow up.
是不是没有电了？不好意思，大家，刚才这个没有电了。这是一种由圣灵引导的爱，使人愿意为之牺牲或为之而死。无论对象是谁或是什么样的人，这意味着这种 agape 的爱包括对那些令我们讨厌的人的爱，或者对那些虐待或伤害过我们或我们所爱的人的爱。神圣的爱说，我会爱这个人，乃是靠着神的恩典，我选择爱这个人。这确实是超自然的爱。雅各在他的书信中写道，这种神圣的爱是至尊的律法。雅各书二章八节，圣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 Albert 写道，由于其卓越或高贵，它被称为至尊的律法或君王的律法。它不是因为它是神任命为王的，而是因为它在其他律法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就像国王在百姓中的地位一样，是威严高贵，值得崇敬。这条律法应该在我们与人的互动管理中指导我们，就像君王统治他的臣民一样。为了展示这种神圣的爱，主耶稣给了明确的例子，在27节中，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这样的行为是不寻常和不自然的。对于一个属血气的人，一个不相信主耶稣的人，善待恨他的人是一个荒谬和疯狂的建议。例如，妥善照顾一个无理讨厌你的人，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尽管这是不寻常和不自然的行为，但主如此吩咐是可以做到的，也必须做到。在第28节中，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这些都是不寻常和不自然的行为。甚至使徒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中，罗马书12章14节说，逼迫你们的你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在他写给哥林多人的书信中，哥林多前书4章12节，并且劳苦尽守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师徒彼得也在彼得前书3章9节中写道，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但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对于属血气的人来说，是一个难以置信且难以接受的道教导。他会问，他为什么要祝福那些说他坏话的人，尤其是那些诋毁他品格的人。在我们主那天讲道之前，这样的想法在圣经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有趣的是，埃瑟尼人是第二圣殿时期，从公元前二世纪兴盛到公元一世纪的神秘犹太教派。他鼓励咒诅那些拒绝他们的人。在第28节后半段中，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这是主吩咐的不寻常和不自然而然的祷告。说血气的人会对虐待他的人心存恶意，会寻求报复，会求告他的偶像来摧毁那个人，身体上、心理上、经济上或他的家人。但是主耶稣反而要求我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救恩、为他们的益处和福祉祷告。让我们面对这事，为我们所恨的人祷告是相当困难或不可能的。为骗了我们大笔钱财的人、做生意的人或杀害我们所爱之人的凶手祷告也很困难。
当主耶稣命令他的门徒以神圣的爱爱你们的仇敌时，主是在呼召他们在行为、言语和祷告中表现出一种非常不寻常和不自然而然的爱。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概念，也是我们难以接受的一个概念。我们能服从这个神圣的爱的命令吗？我们可以做到吗？答案令人惊奇的是，是的。让我们看看主耶稣是怎么说如何遵守这个不寻常、不自然而然的命令的。让我们来读一下第29-31节这段经文。路加福音6:29-31节，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阿们。每当有人冒犯属血气的人时，他通常的本能或反应就是报复。阿肯特希特写道，对受凌辱的传统反应有两种基本模式。原始异教徒的反应是对这种行为进行10倍的回报。你打我耳光，我会打断你的脖子；你拿走我的衬衫，我会砍掉你的手。今天很多人都有同感。古希伯来的反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是以眼还眼及报复法，将报复限制为公平的惩罚。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参考出埃及记21:23-25节。这是一个文明的原则，如果得到遵守，将有助于我们恢复我们法治社会的公平。然而，我们的主耶稣要求他的门徒比这些惯例做得更好。他呼吁他们不要报复，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要提供另一边脸，也就是说，要给那些提出要求的人更多。这就像是在奖励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一样。现在有人可能会问这个问题，主是否告诉我们要忽视我们个人防御，并交出我们拥有财产的权利？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事实上，我们的主命令我们不要抱有报复的态度，而要抱有爱的态度，表现出恩典、仁慈、慷慨和宽容。当主说有人打你这边的脸时，这可能是指有人反对门徒对他的忠心，用力打他们的耳光或侮辱他们。被打耳光的人不要以同样的方式还击。关于人所拥有的一件外衣，这里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态度或精神，以及我们的反应。信徒应该按字面理解主的话吗？请注意 Leon Morris 所说的话，如果基督徒绝对按字面意思理解这句话，那么很快就会出现一批一无所有的圣徒平民，以及另一批富裕的游手好闲者和小偷。耶稣寻求的不是这个，而是追随者愿意给予、给予、不断的给予。基督徒可以拥有财产，他们可以对自己的财产有兴趣，只是不应该对未知着迷，也不应该限制慷慨的给予。信徒必须准备好奉献一切，或在必要时被带走。对他人
神圣的爱必须使信徒决定何时当给予和不给予。此外，主耶稣命令他们遵守这条重要的黄金法则。在第31节中，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主的门徒也被命令做有益和积极的事，对待别人像他们想要被对待的一样。他们要以爱心和关怀的方式对待每一个人，无论他们受到怎样的对待，这就是我们对待仇敌的方式。主的命令让门徒们难以接受，对我们而言也很困难。我们有可能实践这种神圣的爱吗？有了圣灵的帮助，我们就能做到。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顺服神时，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产生对他人神圣的爱。当我们的主耶稣掌管我们的心时，我们就会获得爱的智慧、渴望和力量。因此，我们对他人的爱是基于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而不是基于他人的行为。这种爱来自神，这种爱会把我们变成那种不会被恐惧或内疚所影响的人。当我们听从主的命令，去爱我们的仇敌时，力量就会从仇敌转移到我们身上。我们的仇敌不再控制我们，只有那位三位一体的神。在介绍了关于爱你的仇敌的新律法后，并举例说明这种神圣的爱的含义之后，主耶稣通过将其与罪人或者非信徒的行为进行比较来解释他的信息。我们现在考虑第二点，也就是主对爱的新律法的解释。首先，主耶稣说，我们自然而然的爱真的没有什么可夸耀或感谢的。从32到34节中提到，让我们思想路加福音6章32到33节，我们一起来读。32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如果我们只是爱那些爱我们的人，如果我们对那些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们的人表现出仁慈和善行，我们有什么可酬谢的呢？我们从中获得了什么样的信用或奖励呢？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答案是，什么都没有。甚至是罪人或非信徒也爱那些爱他们的人，他们会对那些对他们好的人做同样的事。举个例子，黑帮、黑手党、三合会等铁杆罪犯，甚至宗教激进分子，他们也爱那些爱他们的人，他们也会善待那些对他们好的人。希律王、本丢、比拉多、希特勒、斯大林、伊迪阿明和毛主席都爱那些爱他们的人，善待那些对他们好的人。有一个关于希特勒的私人医生 Block 医生的真实故事。他是一个犹太人，但他却并没有受到迫害，也没有被送到集中营被毒气毒死。这位犹太医生医治并救了希特勒的母亲克拉拉，也因此与希特勒关系亲密。希特勒这样评价 Block 医生，如果所有犹太人都像他一样，就不会有犹太人问题。希特勒非常尊重这位犹太医生，甚至在1938年3月纳粹军队进入奥地利时向他致敬。
在记录中，希特勒对这位医生，犹太医生很好，一个打引号的好，因为他治疗希特勒的母亲，做到了很好。罪人在与金钱有关的事上呢，第34节说，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如果我们借钱给人，希望从他们那里收回，我们的有什么得意可赞许和感谢的是什么？答案又是什么都没有。罪人也借钱给罪人作为回报，预计在许多情况下全额还款，还要加上利息。在神面前，自然而然之爱根本没有赞许和奖赏可言，在主耶稣面前一点好处也没有。但是主耶稣宣布，这种新的神圣的爱是有称赞和奖赏的。第35节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主耶稣应许两件事给那些爱仇敌、行善和借钱不求回报的人。首先，主耶稣说，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必有丰厚的赏赐。有些人可能认为，如果我们爱我们的仇敌，并期望得到大赏赐，我们的行为可能会是自私、贪婪或唯利是图的。如果我们真正爱神和我们的仇敌而不期待回报，我们就不会认为是自私、贪婪或唯利是图的。 C.S. Lewis 用贪婪和婚姻来举例说明一个有趣的观察。一个人只有为钱而结婚才是自私、贪婪和唯利是图的，但如果他是因为爱而结婚，他就不是唯利是图的，那段婚姻也成了对爱的回报。如果我们爱神和其他人，甚至我们的仇敌，我们就会得到神的奖赏。赏赐是什么呢？这并不是大多数人认为的钱财上的昌盛的承诺，那奖赏就是神自己。哥林多后书6:16-18，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17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神会住在我们里面，行在我们里面，他将成为我们的神、我们的向导、我们的避难所，而我们将成为神的人。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因此我们不怕遭害，我们可以自由地与神相交，我们的心会体验到最深的快乐和喜悦。有神在我们里面，只要一想到这一点，就会给我们力量来承受我们每天的负担和压力，克服我们的恐惧，面对生活中的许多挑战或问题。它成为我们的住处，在我们生命的最低点，当我们处于最深的困难、疾病或屈辱中时，我们知道我们有神是我们永远的臂膀。他是我们永远的臂膀。最令我们鼓舞的是，根据彼得前书2:9，
我们成为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祭司的一员，圣洁国度的公民，属神的子民，并且被呼出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这就是我们的奖赏，有神与我们同在是多么美好和宝贵，他在我们身边，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奖赏。其次，关于这个赏赐，主耶稣补充说，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从希伯来语的角度来看，做至高者的儿子意味着我们将像神一样，当我们爱我们的仇敌，善待他们，当我们祝福那些咒诅我们的人时，当我们为那些恶意利用我们的人祷告时，我们像基督，像父神，这就是赏赐。要像基督一样，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呢？用一个属血气的人的眼光来看，这实在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要怎样去做主所吩咐我们去做的，才能得到赏赐呢？感谢神有办法。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我们打开圣经，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成为神呢？当然不是。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相信主耶稣。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必须成为神天国的公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神圣本性的分享者或参与者。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与他同作后嗣，与主耶稣同作后嗣。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思想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被赋予了新的本性，这意味着住在我们里面的主的神性正在我们里面运行，这使我们越来越接近神，并变得像他。基督对可怜的犹太的爱已经临到我们了，他对罪人的爱也是我们的。基督道德教导的关键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的道德完全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主耶稣提醒他的门徒遵守新律法以效法神，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主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中解释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所以在神没有分别，无论是在右手还是在左手，他的好行为是否得到赞赏。因为神有恩典，也善待不敬虔的人，他喂养义人和不义的人。这就是神希望我们像他一样爱你们的仇敌，行善借贷，不计回报。虽然神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但主耶稣最后补充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慈悲。也就是说，要对所有人、朋友和仇敌都心存温和、善良和仁慈。我们要怜悯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的父也是慈悲的，他存心忍耐，善待所有人。神对他所造的万物都表现出温柔的怜悯，这就是我们天父的样子，我们就应该像他一样。因此，让我们以仁慈为目标，像天父对我们的慈悲一样。事实上，对于自然的爱，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可夸耀或被感谢的。我们要追求并实践神圣的爱。对我们而言，在实践中，我们如何遵守基督关于爱的新律法呢？我们来看最终第三点，实践爱的新律法。我举三个例子。第一，神他自己给了我们最好的榜样。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节经文中的爱一词源自 agape， 父神如此爱我们，以至于差遣他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经历了没有人能忍受的许多折磨和苦难，痛苦地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直到他的身体耗尽并为我们而死。主作为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缘故舍命，那种爱就是神圣的爱。主为我们这些罪人，为他的仇敌而死，使我们能得永生。没有那种神圣的爱和痛苦，我们注定要下地狱。其次，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乌维牧师霍尔默1989年10月将柏林市分为共产主义东柏林和自由西柏林的柏林墙倒塌，这座城市再次统一。几个月后，东德共产党政府垮台。东德最令人痛恨的人是前共产党独裁者艾里希·恩斯特·保罗·昂纳克。他被剥夺了领导职务，被共产党拒绝，并被逐出公寓。新政府拒绝为他和他的妻子马格特提供新住所，昂纳克变得无家可归。在他走投无路之际，昂纳克指示他的律师向勃兰登堡的福音派教会寻求帮助。然后乌维牧师和他的家人出现了，他们为这位前独裁者和他的妻子提供了一个在他牧师住宅的地方。乌维牧师和他的妻子有10个孩子。由于昂纳克夫人歧视基督徒的教育政策，其中8人被拒绝接受高等教育。因此，乌维牧师一家为他们的仇人，当时德国最令人讨厌的人提供了一个家，并照顾他们几个星期。
乌维牧师夫妇的这种行为是违反人智慧和逻辑的，这是一种非常不寻常、无私、不是自然而然和非常规的行为。然而，这是一个像基督一样的行为，神圣之爱的示范。这是神的恩典使之成为可能的行为。乌维牧师夫妇表现出他们对仇敌的爱，他们善待阿纳克一家，并为他们祝福和祷告。他们转过另一边脸，并给了他们的仇敌他们的外衣，也就是他们的住所。他们对阿纳克做了他们希望阿纳克对他们做的事。当我们爱我们的仇敌并向他们行善时，当我们祝福那些咒诅我们的人时，当我们为那些恶意利用我们的人祷告时，我们就像基督和父神一样。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美国人约翰尼·里克拉里的故事。你们中间有些人可能听说过他。克拉里曾是职业摔跤手、种族主义者，后来成为传教士。他成为 3K 党最高的领导人之一。当他是可兰德帝国牧师时，他接触了一位非裔美国牧师，韦德瓦茨牧师。约翰尼多次威胁瓦茨牧师，甚至试图烧毁他的教堂。有一次，瓦茨牧师去一家餐馆吃饭，可兰成员进入餐厅并要求他离开，因为那里不欢迎黑人。约翰尼告诉他，如果他不离开，三 K 党成员就会像对待他盘子里的烤鸡一样对待他。瓦茨牧师把烤鸡拿到唇边吻了吻，这让食客们甚至可兰人都笑了起来。瓦茨牧师吃完晚饭后离开，经过等在外面的 3K 党成员，他向他们挥手说他会为约翰尼祈祷。两人每次见面，瓦茨牧师都会对约翰尼说耶稣爱他，他也爱他，并且会为他祈祷。渐渐的，瓦茨牧师的祈祷和对他的爱使约翰尼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并最终成为了一个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教会的传教士。两人成为了最好的朋友。正是通过瓦茨牧师神圣的爱和祷告的示范，约翰尼·里克拉里成为了一名信徒，并反对种族主义，这就是神圣的爱。当我们爱我们的仇敌并善待他们，当我们祝福那些咒诅我们的人时，当我们为那些恶意利用我们的人祷告时，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信徒，请向其他人甚至是我们的仇敌展示我们神圣的爱。我敢肯定，在我们的学校和大学期间，在工作场所，在街道上，甚至在我们的教会中，甚至在教会领袖中，都可能有人对我们不好。宽恕并拥有神圣的爱，然后我们就会像基督，像父神。主说了四福和四祸之后，继续引入新的律法。雅各书的作者写道，这项新律法是至尊的律法。这条新律法命令他的基督徒要像神所爱的那样去爱，并学习神的榜样。跟随主的人无法理解这样的新命令。它涉及爱我们的仇敌并善待他们，这也包括祝福那些咒诅我们的人，为那些恶意利用我们的人祷告。新的律法是 agape love， 就是神圣的爱。这不是自然而然而来的爱，而是一种不取决于被爱者价值的爱，一个愿意为另一个人冒犯他，愿意为另一个冒犯他的人舍命的爱。父神的爱是神圣的爱，他派他的爱子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作为我们的赎罪祭。基督对我们的爱是神圣的爱，他甘愿为我们受苦流血，死在十字架上，作为我们的赎罪祭，拯救我们脱离永恒的惩罚。
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与基督同为后嗣，向他人展示我们神圣的爱。愿神祝福大家，阿门。我们一起来祷告。